下节目纯粹为娱乐拍摄，并冇涉及金钱，敬请留意。Hello, hello， 又嚟到 Poker 八五二嘅时间啦。今日咧我就唱独脚戏啊，因为咧有公众假期又成啦，咁所以咧就个个都好似唔系好得闲。咁我 Steven 就一个做呢个评述啦。咁嚟到第三集嘅雷超邀请赛第三集啊，咁就前嗰两集大家可以上 YouTube 啊，上翻 MIHK 嘅网站都可以睇翻重温啦。咁暂时领先嘅就系 Ken 啦。咁啊，邀请大家嚟打嘅 Ray 咧，就暂时派紧钱俾大家。不过佢个样子都摁下摁下，咁都好风骚啊！咪介绍一下个台上面嘅朋友先。咁啊，一号位嘅就系 Kelvin， 二号位系 Sunny 啦，三号位系 KK， 四号位就系而家喺度摸一摸个鼻嘅雷超吓。五号位就会系阿 Ken， 之后六号位咧就睇到个耳仔啦，睇唔到个右下个角落头嗰度嗰个系阿 D 嚟啊。咁佢哋咧玩一个好鬼得意嘅游戏啊，今日就系、是。有一個叫 The Rock 嘅 concept 啦，另一個叫 Bomb Pot 嘅 concept。咁啊，嚟緊我話翻俾你知，睇下即係再解釋一下啦。咁啊，不曾喺呢個即係因為有 The Rock 嘅關係咧，咁所以就要 defend 多少少，即係要 defend 多少少啊，或者 raise 多少少。因為如果你不曾贏咗嘅話咧，就贏到個 jackpot 翻嚟啊。咁啊咁啱啊，阿 Ken 又 pick up 咗個大 hand 啊 ，Pocket Queens。咁佢都話個樣都話冇計啊嗱，我 Pocket Queens 就。咁但系雷超又見到錢開眼啊，咁所以咧都會 defend 到八七啊 ，flop 出嚟三隻 spades， 咁啊雷超冇得 improve 噶，基本上就 gut shot 咯，有個五嘅 gut shot 啦。不過阿 Ken 就真係實在即係非常 dominant 啊，因為雷超真係中一條蛇啊，唉呢啲一講話冇得中嘅就即刻中，成日都發生啊。好，雷超中一條蛇會點樣處理呢個 pot？ 睇睇先。選擇咗 bet 啊，1300，2000蚊嘅 pot bet 咗1300出嚟，好合理啊，因為 nut 同埋要 protect 翻少少 against 啲 flush draw 咯。咁啊 ，Ken 都冇乜選擇嘅，其實都係要 call 啊。佢選擇咗 call 啊，個 river 嚟咗只煙咁啊，應該大家都覺得係 irrelevant 啊，其實即係阿 Ray 都覺得佢都繼續 good 噶啦，要 good 就繼續 good。因為 Ken 都冇乜 A4、A5、A6 呢啲 range 喺佢個即係會有 flop 又會 check 個 turn 又會 check 嘅 two pair， 令到自己 improve 到去成為富佬嘅 range 啦。咁所以咧，阿 Ray 覺得自己攞住個 nut 啦 ，Ken 應該都唔係 flush 嚟嘅，咁所以佢打嘅會睇會打幾多咧？3000啦，我諗係3500啊。好 ，Ken 就要諗一諗啦。有啲咩牌咧？咁佢好難 put 到阿 Ray on 78，咁但係亦都會唔會擔心阿 Ray 有啲細嘅 ace 乜 ace 乜嘅牌咧？咁深思啊喺度。咁啊，大家留意到阿 D 喺側邊玩電話啦。咁其實咧，好多時候我都即係幻想緊啦，即係之前即係我哋未有呢啲智能手機之前啦，即係 smartphone 之前啦，打 live game 有幾悶啊！真係咪真係要攞本《老人與海》嚟睇啊，先至可以捱到咁長嘅時間坐喺度打十幾個鐘，咁又冇電話喺度玩，冇電話撳，又冇一幅 message， 咁都真係幾悶。我 Ken 喺度諗緊啲咩啦？我覺得佢諗緊就係佢 Pocket Queen 可以贏到啲乜嘢。咁啊 ，Ray 絕對有好多9910啊、Jig啊咁喺。即係喺佢個 range 嗰度嘅，亦都好多可能有啲King X 嘅 Mr. Flush Draw 啦，但係因為佢隻手上面咧攞住隻 Queen of Spade 嘅關係咧，所以佢個 Miss Flush Draw 又唔係又冇咗好多，都夾硬都要 call 係嘛，夾硬都要 call 啦。好，成功中咗係 Flush 啊，中咗係 Straight 啊 ，sorry， 中咗係 Straight。咁啊，灰一灰啦塊面，都冇計啦，係咪先？冇計。呢排啊，認識咗阿 Ken 多少少啊，咁阿 Ken 都即係一個幾有趣嘅一位 poker 朋友嚟，咁啊，遲啲有機會可能約佢去做下個訪問，因為佢個背景都幾有趣，咁啊，佢打 poker 都
都穩陣嘅，都偏係穩陣派嚟。咁啊，解釋一下個 The Rock 係咩嚟嘅先，好嘛？咁啊 ，The Rock 係咩咧？就係喺 button 嗰度咧，就會多咗一個好似 bonus 咁嘅東西。如果你 button 贏咗個 pot 嘅話咧，咁就會攞咗個 jackpot 噶啦。咁啊，每一鋪就會即係贏唔到嘅，就會加多。即係加多啲 jackpot 落去就越嚟越大咁樣，咁啊令到你就好想贏個 button 喺個 button 度贏咗個 pot 翻嚟。含笑風生啊！誒咁樣啊 ，K K 又做緊啲咩咧？而家1489咯，佢喺度做緊，哎，佢喺度做緊啲咩？我真係唔知喎。即係399歲。count 緊幾多 chips stack 啊 ？OK， 好咁啊，去到呢一個啊，呢個位啊 ，big blind 就係啊 Ray 咁啊 ，UTG first to act 嘅 Ken 啊，望一望自己兩隻牌 ，full 啦。阿 D 貪玩嘅阿 D 啊，上兩集都貪玩嘅啦 ，open 到300啊 ，Queen Jack off。Kelvin 見到你嘅 suit 即刻係會 call 落去啊！我即之前我完全唔識呢位朋友啦，咁但係睇佢打兩集都見到佢都係比較貪玩啊！新年繼續貪玩，因為佢有個 button 嘅 The Rock 喺度，咁所以就希望可以 defend 到翻嚟啦。阿 Ray 就見到咁多人 call 入去，咁亦都貪玩啊 ！flop 出嚟啊 ！D 一 flop 就 flop 中，不過喺個 monotone board 令到佢可能有啲擔心啊。不過 flop straight 就冇得擔心噶啦。咁啱得咁巧咧，所有對手咧都冇任何嘅 flush card 啊，冇一隻葵扇喺手上面咁啊！阿 D 好應該好穩陣咁樣就好有機會可以 hit down 個 pot 啊！反而新年衝翻出嚟打，希望可以偷到，即係因為佢 The Rock 嘅關係，希望可以偷個 jackpot 翻嚟啊！阿 D 選擇 flat 喎，有趣啊！好 turn pair up 咗只 ace， 阿 D 應該好放心啊喺呢一位。因為令到咧新有 A6 嘅機會啊 ，A Jack 啊 ，A Queen 啊 ，A 九啊嘅機會咧就大咗好多，咁就會即係絕對會 pay off 佢嘅牌多咗嚇。不過可能佢有都有少少擔心對手一個有隻 flush draw 喺度，但係咧再講多一次啦，因為出面有 Ace 有 King 啊，咁所以令到嗰啲即係最大都係 Queen X 嘅 combo 啦，of spade， 咁所以佢 flush draw 真係少咗好多，哇！真係嚟埋只 flush card river， 咁會令到阿 D 好擔心啊呢只 river。如果係新啲嘅話，可能就真係會希望嘗試 bluff 走啊阿 D 啦。啊，新啲知道自己冇得 show down 噶啦，因為即係根本係 play the board 啦，啊 five high 啊 five high 啦，係 play 即係同 play the board 冇分別啊。咁所以佢唯一可以 take pot 嘅方法就係靠 bluff。咁佢有冇能力可以即系 bet 到，例如5000蚊 bet 走咗阿 D 咧？呢個就要睇一睇啊 Sunny 嘅諗法啊。咁佢個 stack size 其實有5000、6000、7000、8000，咁都有9000都係check behind。flop 咗個 straight， Sunny 就完全係 you see on TV 啊！佢仲要扮到好似好慘咁樣樣啊！如果阿 D， 如果我係阿 D 嘅話，個 turn 其實可能會再擺多啲錢落去嘅，因為好多 A6 會 pay off 到嘅，咁所以係咯，即係可能阿 D 如果睇緊個節目嘅話，可以留意翻啦，因為佢 pair up 咗 Ace 之後，好多好多 A6 啊，會 Ace 乜會 pay off 到呢個 straight 嘅，絕對一個攞 value 嘅好時機啊！好，你有第53手牌啊 ，button 仔啊 ，Ken 嗰度，咁个 rock 咧已经去到500蚊啊，越嚟越多啊，咁大家贪念就嚟啦。好 ，first jack 系 Sunny Ace Juice suited Ace 系 UTG， 咁我其实就偏向会 fold 呢啲牌嘅，咁但系 Sunny 选择咗 raise 咯，咪 raise 一对六，咁啊当然会 set mind 一下，睇下有啲乜嘢。有啲乜嘢好嘢可以中咗翻嚟啦？咁啊 ，Ken 因為貪念大起啊，佢喺個 button 有個 The Rock 嘅關係，所以就都 limit 入嚟 ，call 埋入嚟睇下。阿 D 好大啊 ，a pair 十喺個 small blind 嗰度。咁啊 ，three bet 到1500。簡好快咁講一講啦。咁即係其實個 three bet sizing 就因為佢 out of position 嘅關係，應該仲要再大少少啦。咁啊 ，Sunny open 300有兩個 caller。
三乘三就900，再加多600，咁就1500。咁但係因為阿 DS small blind 嘅關係咧，所以我會去到1750嘅，即係會再大少少，因為冇 position 嘅關係。好貪玩嘅 Sunny 同埋貪玩嘅 Ray 都衝埋入嚟 call 咗入嚟啊！搞到個 pot 咧好大啊，4800蚊 pot， 一 flop 出嚟一隻 overcut 啊，但係 Sunny 就 pick up 咗個 gut shot， 咁啊 Ray 就應該冇乜。系咯，冇乜可以喐噶啦。但系啲反而 check 喎，佢 preflop three bet 咗，反而 check 翻转头啊。呢个唔系好同意啊。因为咧，其实佢喺呢个位攞10-10咧，佢要有好惊出只 jack， 好惊出只 king， 好惊出只 in， 咁佢要 protect 翻嗰啲咁嘅 turn card 啊。所以打会好过 check 啊。咁新啲冲翻出嚟打嘅关系咧，咁所以啊。阿 D 當然就應該好難 fold 喺度，咁啊 defend 下先啦，咁啊2150，咁啊 call 咗個 turn， 你只五基本上係 irrelevant 啊，喺阿 D 嘅眼中，繼續好 passive 咁樣打阿 D， 冇 position 就會 passive 咁樣打。好 river 你只九都係 irrelevant 啊，攞唔攞到 value 咧？哇，唔嘗試添喎，哇！新你就成份上希望 bluff 走佢啊！好，阿 D 要谂乜嘢啊 ？D 要谂就系有啲乜嘢牌会打 flop check turn jam river 啊？呢个好 stand 好嘅运用得好好嘅 standard 嘅 line 嚟啊！其实，好多时候如果你有一个 top pair 嘅话，你都会 check 个 turn。咁当然啦，喺呢一位呢、這个位就新你就完全一个 air bluff 啦，因为佢系。A 差咁樣 bluff 落去啦，好啊好啊，整訴求好啊 ，D 啊將件事由頭到尾再諗多一次啊嗱，新啲最初係 open 嘅，咁之後咧 call 到個 three bet， 咁有啲咩牌係得咧 ？Ace Queen 絕對得啦 ，King Queen 絕對得啦，有冇五咧？應該冇乜五啊，三三有可能嘅，可能好 disgusting 係一個99啦。Ace 九會唔會咁做咧？亦都唔會啊。但有好多6-4啊，好多啲 miss 咗嘅 straight draw 都會咁樣做。咁佢要 balance 翻，就要諗翻，或者唔係 balance， 佢要諗翻就係佢個 defend 嗰個 frequency 有幾高啊。應該就冇得 fold 噶啦，其實呢一度，因為佢真係淨係輸俾，基本上輸俾 Ace Queen King Queen 啊 ，Queen Jack 勉強有可能啦。但係冇乜五喺嗰度 ，Queen 九都好識啊！如果係 Queen 九，但係應該都唔會係 Queen 九，因為 Queen 九 open 再 defend 翻個 three bet， 其實就有啲太 loose 啊 ！Sunny 應該都唔似 Sunny 嘅性格。好 call 咗 ，call 得好 ，good call 嚟啊！咁啊 ，Sunny show 一個 air 啦。咁啊，阿 D 就話：哇，yeah！ 阿 D 覺得自己 top of the world 啊！I'm the king of the world， 非常好啦，我觉得呢个系要 call off 到嘅。好，成功赢翻个大 pot 先，阿 D。咁啊，新啲就即刻有个手势出嚟，话要再 top up 少少啊。呢个 hand 好有趣啊，可以即系如果新啲有机会睇完个节目之后，可以揾我哋倾下啦，冇问题嘅，系非常有趣。好，嚟到第55手牌啦，咁差唔多时候都要玩一啲 bomb pot 啦，咁啊趁住佢哋未开始玩 bomb pot 之前，好快解释一下咩系 bomb pot 啦，就系每人摆五个 big blind 落个 pot 嗰度，就一派一人攞两只牌啦，就冇 preflop action 噶啦，就一开始就系直接睇 flop。咁啊未系 bomb pot， 未系 bomb pot 啊呢一手牌，咁啊睇下阿 Ken 喺 hijack 嘅位度 ，queen ten off 就 open 4-4。試下 set mine 啦，都唔係一件好差嘅事啊。去到 Kelvin 啊 ，Kelvin 有個 The Rock 喺佢面前 ，Ace Jack off， 絕對一個好好嘅位去 three bet 啊。我覺得 call 就有少少，係啦，啱啊，一個好好嘅 three bet，three bet sizing 細咗少少啊，喺我眼中。不過有 position 咧都唔係咁差嘅，但係我都係 prefer 大少少啦。你諗下出面都有。即係350蚊 open， 你乘3 3 3 9 3 15都1050，咁啊仲有一個 caller 喺中間，咁所以可以再大少少啊。
咁啊 ，Ken 其實同 Kelvin 係朋友嚟啊，咁所以即係可能都知道佢嗰籠啊，咁所以佢先要諗啦。如果唔係正常嘅話，就應該會 fold to 依個 three bet 啊。特別係中間個 caller 嘅關係。咁啊 ，D 有得 set mine 就梗係 set mine 啦，係咪先？好，睇下 K K 好開心啊，食花生有冇四咧 ？Flop 出嚟啊！就阿 D flop 咗 full house。咁但係其實咧 ，Kelvin 都唔係好 behind 嘅，因為仲有兩隻 overcard 中咗就發達嘅啦。但係 Kelvin 喺呢個位都 rap 唔到啲乜嘢，咁所以可能會選擇 check behind 啦。亦都冇乜特別嘢要 protect。中嗰啲人扣翻，咁但系睇个样好似想 bet 咁喎。如果 bet 嘅话，会 bet 几大咧？咁我嘅建议啦，假设你真系要 bet 嘅话，我会 bet 大约40% pot 啦，4×3=12，即系我谂1200到咯。咁但系当然佢就会 bet 嘅 size 大啲啦，因为讲亲都错啊嘛。咁啊啲係完全毫無疑問會 call 一口啊！但係佢要好明白自己咧，就係、就算中咗一四都冇用啊！喺依度咁，所以佢真係攞住一 pair 係希望對手唔中對手嗰一 pair 嘅啫。六喺佢眼中完全應該同呢個 board 係冇關係，即係對手可以有一 pair 或者係 A six 啊，即係兩隻大牌。六係唔會中嗰兩隻大牌其中一隻啊。應該係雞翼啊 ！check 嘅話就對阿 D 嚟講就覺得好舒服啦。十。喺阿 D 眼中都係唔中嘅，其實咁所以咧 ，Kelvin 喺呢個位咧，bet 出嚟嘅話，我諗阿 D 都會 call off 到，咁啊又贏一鋪啊！哇，贏到爆啊 D！ 好啦，咁啊 D 又贏一個 pot。所以阿 D 呢個用嗰個 defensive mode 係好好啊，因為。好多時候其實好多人都可能會 A 猜嘅，都會嘗試 bluff 一 bluff， 咁佢可以 call off 到嘅話，咁就再贏多啲，打出嚟係冇用嘅。好，咁啊，去到呢個位咧，又嚟到頭先我講起個 bomb pot 嘅時間啊。bomb pot 嘅意思就即係話，再解釋一次啦，就係、一人擺五個 big blind 出嚟，咁就一開始就打 flop 噶啦，就冇 pre flop 嘅，即係大家攞兩隻牌 pre flop 係冇 action 噶，咁啊基本上係好困難咧去 define 到。即係對手嘅 range 嘅，咁所以都會幾 wild 啊，幾癲啊！攞 button 就好著數啊 ，bomb pot 嘅時候。好一 flop 出嚟啊 ，Ace Jack Ten 中嘅就係 Kelvin 攞中咗隻 Jack， 咁啊，另外阿 Ray 中咗隻十，其他人都。即系 KK 啊，嗰啲就可以放棄啊，完全阿 D 啊 KK 嗰啲完全可以放棄啦，新二都可以放棄啦，阿 Ken 就應該要放棄啦。咁啊 Ray 中咗 bottom pair 都係 check 啊，絕對要 check 啊，因為好多人會 bluff 出嚟嘅時候，你都可以 defend 到。聽嚟一七咁就冇可能贏嘅人，包括 KK 啦，同埋新二。咁啊阿。D 二三點解仲有 equity 咧？我嚟睇一睇先嚇，應該都冇噶啦噃。唔知點解有2%。好咁啊，中 middle pair 嘅 Kelvin 係衝出嚟打係好合理嘅，其實，因為大家喺個 flop 度都冇 show 任何嘅 strength。阿 Ray 嘅 bottom pair 冇原因唔 call 一口啊，啱咁啊 call 咗啦。阿 Ken 係可以放棄啊，係啦，啱啦，兩個都係放棄曬啊。River 嚟只 Queen， 咁喺呢個時候咧有傾就甩咗噶啦嚇。所以如果我係 Kelvin 嘅話，我都會選擇俾人 bluff， 就基本上可以 give up 啊，因為輸都輸幾多牌啦，開始輸一隻煙，輸一隻女，輸一隻傾。亦都幾多啊，都不過唔可以咁講，因為冇 preflop 嘅關係咧，你就好難再 narrow down 佢啲 combo 嗰度。好，阿 Ray 就選擇衝翻出嚟 bluff rap 緊自己只 king 啊，成功咁啊，將個 best hand 打走咗啊。阿 Ray 個 turn 度咧，其實仲有個 gut shot 嘅，因為係十 jack 七，咁佢攞。中間有隻九，仲有隻八係可以 draw 到嘅，咁所以
打個 river 幾好啊 ，rap 得幾靚。又嚟幫 pot 咯，應該仲有嚟緊嗰幾手牌，咁仲有兩三手牌都係幫。啊，唔係喎，呢個唔係幫 pot 喎 ，sorry 啊，唔好意思，正打翻正常嘅 the rock 出嚟啊。咁啊，大家喺屋企玩 home game 嘅朋友都可以試下 the rock 呢個 variant 啦，都幾有趣，令到個 game 係即係多咗啲 action。Hijack 嘅 Queen Jack off 係 Kelvin 嘅牌 ，open 咗400。OK 啊，好合理啊。KK 冇攞住 Pocket Kings 啊，但係有隻 Ace High 嘅喺個 button 度，佢好大機會咧，因為自己有 The Rock 嘅關係，就會 three bet 啦。就係 three bet 啦，去到1300，好好嘅，好好合理嘅 sizing 啊。阿 Ken 攞住咩牌咧？個 graphic 又冇 show 喎，哼。算啦，咁一世都唔知啊，應該係 defend 唔到嘅牌啦。Queen Jack 係選擇咗 defend， 一 flop 出嚟啊，有隻 Queen， 咁啊 KK 有少少 runner runner flush， 但係我諗佢都會唔係好記得自己有 runner runner flush 噶啦，因為嗰就係 baby flush， 應該都唔會係一個太即係好 effective 嘅 nut 牌啦，就算中咗佢都未必一定咁開心啊。好 ，KK 打1500 represent 嘅啲咩咧？可能係啲 flush draw 啦，可能係話 rap 緊自己中嗰只女啦咁之類，即係一個 standard 嘅 C bet 啊。Kelvin 係毫無疑問係要 call 一口嘅呢一度，因為 top pair good kicker 同埋有好多 runner runner streak 嘅可能性，另亦對手亦都有好多 spade 嘅 flush draw， 咁所以。佢 call 就毫無疑問嘅啦，會唔會 raise 咧？我就唔係好 prefer 會 raise， 因為你唔係好想搞大一個 flush draw 嘅 pot 啦。咁佢就 call 咗，非常合理啊！個 turn 嚟只二，應該就理論上對兩個都係冇乜關係啊。咁但係咁啱咧，就喺呢一個 hand 裏邊咧，對 KK 有少少關係，因為佢 pick up 咗一個 gut shot。即係佢可以中隻煙或者中隻四咧，都係佢可以即係 take pot 嘅。Kelvin 係喺個 flop 嗰度冇乜 show strength 嘅關係咧，所以喺個 turn 度都幾 prefer 會 check 俾對手 bluff 噶。KK 非常聰明地咧，就喺個 turn 度都check behind， 即係有少少 rap 一 rap 緊自己係隻 queen 啊。River complete 咗個 backdoor flush， KK 有冇能力 rap 嗰個 flush 咧？係有嘅，因為佢有好多 queen mud of clubs 喺個 range 入邊，即係會多啲啦。絕對有能力係，咦喺個 turn 度 pick up 咗 backdoor， 想即係又有 top pair 有 backdoor， 甚至乎有隻五嘅 backdoor 都有可能。咁佢依度時候打出去咧，其實 Kelvin 係真係要諗係咪要 fold 啊 ？Kelvin 繼續 defensive mode， 咁啊。check 咗個 river， 咁啊 KK 衝翻出嚟打3500，非常好啊！我依個 sizing 可以再大少少添啊！如果想 bluff， 好 ，Kelvin 諗都冇諗就諗都冇諗就 snap off 咗啊！再大少少可能佢會諗得辛苦少少。好 ，Kelvin 成功又 take 翻一個 pot， 保護咗村莊，就 rock 就冇人賺到啦。Rock 多咗錢，咁啊行行下又行到阿 D 嘅手上啊，去到第72手牌啊，咁應該好大機會都係 last hand of the night 啊，咁 the rock 個 rock 已經有300個 unit 喺度。KK 好開心咁樣就 fold 埋，好咁佢今日嘅嚟超邀請賽嘅。嘅行程就完咗啦，阿 Ray 都完咗啦，咁啊到阿 Ken， 咁啊 Ken 就 raise 啦 ，King bet off， 阿 D 望一望 ，King 二 suited， 喂，去啦，試一試啊嘛，因為有 The Rock 嘅關係咧，係值得去即係多少少喺 button 度 call off 多少少牌啊，但係74喺 small blind 有少少 lose 喎 ，flop 出嚟咧兩隻 Queen 一隻三，領先嘅暫時咧。
就是阿 D 喎，竟然，因為佢傾 high， 啊唔係阿 Ken 啊 ，sorry， 傾 high， 但阿 D 都覺得自己 OK 嘅，因為傾 high。聽嚟只五啊，暫都係未有人中任何 pair， 咁啊 check check check， 咁啊睇埋 River 啦 ，pair 咗只五，咁啊傾 high 係竟然係 best hand 啊喺呢個位。好，阿 Ken 衝出嚟偷。哇！啲諗都唔諗就覺得自己傾 high good 喎，犀利啊！我話依兩位朋友要 snap full 噶啦，好，會 show 啲咩出嚟咧？兩個都唔想 show 啊！有傾 high， 我都係傾 high。哎呀，冇事 ，chop 咗啊！就話阿 D， 你唔好咁，唔好再 call 得咁快啊！好，今次嘅雷超英邀请赛就成功玩完啦。咁不如我哋睇一睇个 chip count 先啦。最后啊，大赢家系 Ken 啦 ，Kelvin 都打得几好啊。后来嗰度咁啊 ，hit 到啲牌啦，令到阿 D， 另外阿 D 都 hit 到啲牌啦。咁啊，三位赢家啊，咁啊 ，Sunny 同阿 Ray 就不幸咁样就输少少啦。下礼拜啊，我哋继续有 PK After Dark， 咁啊，希望下礼拜二同一时间可以再见到大家，再见。